个 flag 对阵 CC。啊 ，CC 拿出他最近刚练的面饼 ，Snack 也拿出了他的 DDD。这场比赛是有点娱乐性质的比赛，因为这两位平时很熟嘛，所以说就想先把大家都玩的不那么。现在 CC 是练了很久的面饼，也没练很久，练两天的面饼，练了可能只有没有五个小时的面饼，刚被我暴打完的面饼。我个人觉得老司机的 DDD 会更强。打面饼，不打了。过来吧。啊！我输了一个。外国老哥对这场比赛都非常的理解不了。CC 什么 CC？ 面面就是长。面面这个龙太离谱了。这面面什么都很离谱。有点难，我刚说完有点难勾进去，我一个空中的一个场外，外国老哥的阴阳怪气，哇，这一个还能回来，哇，老将回场，确实，他只能等他的那个，他那个 S 啊，没有，逻辑选择高估，哇，差一点就吃进去了，哎呀。直接切那个锤子，那老爹还是有个很大的优势。哇，这直接副将下去一个空中 A 小拦截，老爹打得好狠。哇，这个龙土道可能回不来了，回不来，回不来。面面场外也太强，太强了吧？你这的是面面吗？咋你说了面面？这就是面面凹了一个横 S， 哇，这又在场外，面面又凹了一个横 S。面面凹了一个，人家那就不叫凹了，人家那是啊。我老司机的企鹅比我想象中要强，有些很骚的操作。哇，这波惩罚了，面面被近身还是比较难跟别人缠斗，但其实企鹅太慢了，然后换个什么狼什么的，可能已经近身胡打面面了。哦，抓了。没有抓到，哇，这龙能吐到，球扔到了，再来了一个老司机的优势轮，抓到往场外扔，能拦住吗？拦不住，一个上帝回来了，哇，一个龙就没有吐到，就差一点点，一个空中的 A， 然后一个空 A， 哇，这一个吐到了他的一个抓。面面把他的球打了出去，哇，也都命中了，双方现在谁都有机会。那老司机笑一个，哇，这被切了他的面面切球，这个球就已经开始这个锤子，被自己的海胆击中了。应该现在老司机是挨一下，哦，就差一点，一个空闪闪掉了，还有机会吗？老司机能？击杀掉 CC 吗？啊！老司机在上面赢了，好冠军，冠军1-0获得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胜利。我的妈呀！现在来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，老司机画了乌子的人对阵 CC 的便便。外国老哥现在一终点，现在义愤填膺。哇，这一套连招，老司机的乌贼熟练度也很高，惊了，平时没有见到他用过。哇，外国老哥确实都义愤填膺，感觉哇，这弄到了，惩罚到了。哇，好强！外国老哥开始嘴臭了，我操！这个哇，这一套，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面面对于这种快速的近距离攻击角色，这种还是很难应付，没有办法，简直徒手啊，真是。
你刚才哎，家乡话都出来了。家乡话，抓住一个王朝来着。其实就我昨天看那个世界第一面，我看书童讲面面，相对于这种快速角色，面面更怕的是拦回场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面面被拦一下就回来，回不来了。老师有没有可能一穿三？面面的横向回场距离很拉胯。对。哇，一个空后。弟弟没有任何办法，简直就面对的是哇，一个知道为什么司机这刚几分钟啊，一穿三，我操，一穿三，一分钟了这才对，一分钟零十秒。老司机拿出了他的跳跳虎，弟弟，老司机跳跳虎可有说法，但是我觉得跳跳虎打面面是大大大力，我觉得老司机是日常跳跳虎虐房友，我觉得都能群友日常被虐。我都他妈3:0什么的，就3.0的那种优越程度。哇，一个副将开局一个太丑陋了，飞入裤带。哇 ，BB 开始秀场了，素质太差了。一个下来，再一个上来，外国老哥不堪其辱走了啊，打电话去了，没走。上来是挺快的，这个上来，而且上来很快，而且还能反弹。这根本摸不到，这怎么可能能摸到面面呢？哇，这个龙也太远了吧！啊，又一个直接命中，卡了个位置，都不需要拿这个龙的。龙头正好卡到边儿了，28，算别一穿三好吧，好看一点说的。老司机在拖，哎呦，双方这都哇，这一下就46了吗？跟面面打一个不注意你就60-70了，太强了吧这个角色。啊，那并不是舞蹈强。我觉得大家还是得变一个快速角色，针对一下面面。虽然还好。哇，这要命中了！哇，这都不知道他蓄的是什么，我以为蓄的是锤子。得仔细看看他那个环是蓄力越久，他的角度越往上。啊，这想用锤，这没抓到。哇，一个寨步打飞了。还有说法吗？啊，来93，离击杀有点。哇。绕着锤子可能老夫已经死了啊，这一个龙直接撞到了、哎、啊，老夫死还是死老夫爹1-2我的加强马尔斯，我觉得老夫马尔斯不需要去太多担心，就是因为鲁西亚跟马尔斯本质上区别不是特别大，但马尔斯酸点还是难受，对，但是甜点那也是舒服的，而且酸点可以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 combo，我觉得老司机这把应该能拿下，因为确实首先角色性能上就比较好打，而且毕竟是老司机。哇，这一个轮儿这个角度有点抽象，打面面这种如果是蓄力的轮儿的话就千万别跳了，这样的吗？那时候你正面走的是也最安全。真的假的大哥？真的，他的轮儿是往上角度，蓄越久角度越高。哇，一个空 A 打飞了出去，面面现在切锤了啊，一下被锤一下击杀了，面面那个锤的击飞力度太大了啊，老四打拦到了。哇，现在其实怎么说，这两个现在有点外国老哥都不是很开心，感觉都泰国主办方哈哈哇，一空闪闪掉，这都晕，但没有晕到。那双方其实优劣势差不太多，能回来吗？能拦住，拦住了，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然后一个上臂翻，回来了。我面面确实横向回场比我想象中要差。就看刚刚那个角度，像什么 Joker 贝老师肯定都能回来。对，打得远一点的话就可以。那面面那个垂直是可以横向回来，毕竟也有应该有什么变化。现在一个。上臂脱离，麦克也比较熟练了一点，他已经知道该怎么打面面了。说实话，弟弟机会不多了，我弟反了，又抓到面面。我操，这个空 A 这个空闪不是地面的闪用的很好，说实话。78，面面已经可以击杀了，说实话。面面现在基本，这
那个锤在重力下冒险。我现在这个飞叉太恐怖了。那边现在自身百分比不行，老司机现在领先一条命。那飞飞可能没有机会了。来，也没有进一步的惩罚方式。过这个前锋位，还要拦回场吗？能拦住？啊、没有拦住，回来了。啊，司机回场失误了。那现在 CG 的这个劣势，哇，砍飞出去。这要是露琪娜，是不是已经砍死了？我感觉差不多吧，因为你看，哎，帽子啊，对，哇，反正你要被面面的跑吗？啊，不然回来，行行行，再远一点点就回不来了。对，然后被面面击飞出场，你就千万得注意，因为他的那个这些东西角度，说实话非常抽象，这龙还有那个环都很离谱。一个下地空上，一个基本连段吧，感觉像是。哇，这一个防反有点看不起 CZ 了。一个 TA 打甜点，看不起横踢，横踢老司机三比 reset。刚才的娱乐被主办方无情的制止了。现在是真正的 reset 的一个比赛，现在双方都拿出自己的主力，石花跟库巴，哎，什么石花？我操，陆奇娜跟库巴，石花被夺舍了已经。这并且刚才的这种半娱乐性质比赛，可能现在可能更有观赏性了。这前锋，哇，一个火喷的，哇，这一下惩罚的非常狠。60-95快到家下了，哇，补了一个跳到脸上，这补了一个上来手剑。我最近不喜欢做那种天地重构的操作。对，这刚才老司机好像救了一手 CZ。对，我刚刚觉得 CZ 可能要死了，但是老司机不回来也死了，他只能回来。如果用这下面跟他换的还是太亏了。哇，这个还能回来了，131，哇，这个空中的后卫提到，这个连招好强。现在露琪娜又危险了，88又到了其他线了，库巴137还好啊，虚拟莱斯娜没了。我在说，露琪娜还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处境，哇，这个动作，要不然可能又要死。空闪，哇，两次空闪，出了一个下来，哇，太贪了，多打了两下，上来又回来了 ，CZ 想拦老司机回去，哇，漂亮，被反了，一个空中的后 A， 把CZ打飞了出去，CZ也没有跳了，只能送走了，连续的三个直拳，四个直拳。防 T 啊，在 CZ 有点难了。你说咱回场漂亮，回不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比我想象的要远一点可能。哇，一个横 T 直接击杀，52不算特别大的一个优势，也还有机会。哇，这个反向喷火，致敬伪神，致敬伪神，上替，但是现在，哇，漂亮，那这边要死了，让风起再个1-0，先下一城。这都跟咱们这帮闲人一样。好，让我们来到第二场比赛。老司机换了个皮肤，弟弟选择了任村这张地图。对，这张比较狭小的地图上，库巴可以比较。我记忆出现了问题啊，无所谓，这种事情无伤大雅。啊，刚开始双方打就非常激烈。哇，这个喷火！啊，老司机一个失误，现在反场了，这还能回来吗？还有跳回来了，还能继续进，哇！一个
哎，有什么更新吗？我烧到，但无所谓，烧的不多。异兽，他们都在场边互相打，但我觉得，哇，漂亮啊！这一下没有啊。哇，连续的一个返回场的回掌，由此可见露琪娜的这个回掌太完美了。我的距离不是特别好哦，回来了，还投不死。哇，这被一个，哇，差一点就被惩罚到了。这又，这两下太险了。哇，想出一个 T， 但被直接一个横 T 击杀了。这还能拿这条命做点什么？能不能来个天地同寿什么的？哇，这一个喷火，这个破绽太大了。弟弟好像没觉得自己会跑那么远。倒在，哇，我刚想说蛋，自己冲上冲上去了，被喷到了。想来哦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回场反掌失误，我的。CZ 高兴的跳了起来，确实。哎，好，这啊，皇帝查到了。哇，这有个玩扫，好狠。哇，这个失误，完了！刚才是老司机翻盘最大的一个可能，现在已经有点难了。一个空中的一个单身的回掌成功了，但71已经可以击杀了，因为库巴，但是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漂亮！放了一个陨石，太帅了，这个。冲着一个闪 A 直接陨到了，天哪！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场比赛，是老司机的赛点啊。谁说的？啊 ，CZ 说 ，CZ 选择了终点。老司机的赛点。库巴为什么会选择终点这张地图？有点理解不了。我怎么想都觉得库巴不可能选择终点了。但是可能自己有他自己的考量。哇！哇！这格斗的，弟弟又站起来，欢呼他的胜利。可惜还没有胜利那么高。上把也是这样的。上把老弟反掌失误也有这么高。哇！打了三下。哇！一个上 smash。快点凹到的，肯定这次老凹起来了 ，CZ 凹起来了 ，CZ 开始自动了，啊，飞出去没有拦到，那 CZ 要回场，哇，这又是的一个上来，被抓到了，这个上来凹的没有道理的意思，这要被惩罚了，那个外事，下 T 能来到吗 ？CZ 没有第一时间，漂亮 ，CZ 地兽失败了。CZ 黄毛他在干什么？我第一次见 CZ 库巴玩的这么放肆，抓住了，往外投，库巴能拦住洛奇娜，感觉拦不住。洛奇娜反掌太……啊，这是 CC 一个反边陷阱。CZ 老司机，老司机没中，老司机这俩人老相识了。一个上板攻击被毒穿了，这个开盾。现在双方其实差不多，我现在老司机一个优势流体，哇，下气，哇，这要被扔死了吗？差一点，没有，还差，差一点，要不下次就会要死，下次应该要死。哇，这要被惩罚了。CZ 自己失误，来回场，没挂边，还有横踢，还能回来吗？这不会惩罚不到吧？天。打飞出去，没有，又没有拦到，哇哇，这是差一点点，一个空位只中了第一段，然后 CZ 对空位是空位是空，
然后库巴一个空前 A 击杀了老司机，176随便一刀就死了。啊，当然不包括下地。哦，好，一个下 smash 多 CZ 翻过，312，这已经出来了，现在双方谁赢都有可能。那其实还是库巴呀？为啥？库巴沉呢？啊，还有这种优势方法，行吧。哇，老司机塌了。那59，这 CZ 喊了一句见角色给爷死。59还是能不能拦到？啊，没拦到啊！这啊，危险了！90已经可以被击杀了。啊！不到一个空，恭喜老司机！一个后撤的那个，那是。CZ 能不能开始睡觉了？这打结束了是吗？结束了，这不败者组吗？